这不公平！我是冤枉的呀！我李元姓名，小人赵景宁，本次科考泄题一共牵扯三人，共生顾凤恩，共生陆文普，共圆许昌平。据查，许昌平是你的妻侄。是。你是说？ 你把题倒给他的，是。原题放什么地方了？共和卫已经到你们家去搜查了。顾丰恩和陆文普号房中的试题，也是你？不，不是小人，是。 是卢尚书，殿下，别急，再等等。你刁吏，卢尚书知道题，他大可以把题告诉他们几个，甚至把题告诉你，何必多此一举，让你道题替换？是。 是小人道题时，被尚书发现，他让小人把试题带回家中，一旦败露，由小人一人承担泄题之事。大胆！诬告朝臣是死罪！站到后面去。 卢尚书，钥匙是你给他的吗？是臣亲手交给他的。开场之前检查试卷时，你没有看出来吗？臣确有失察之罪。试卷是朕圈点后由卢尚书亲自手写的吧？是臣亲手所书。 书写试题所用的白马纸和书写诏令所用的纸是一样的，只有亲贵和重臣才能够拿到。密封试题的密封条，也应该只有卢尚书和中书令才能够拿到。是，卢尚书，您还有什么需要补充和辩解的吗？ 陛下，春闱科举，考题泄露，考卷被替换，臣确有失察之罪，此事不可辩驳。然顾禄二人的怀写，来源刊印，也确实不是臣给的。不是卢尚书，难道是我中书令吗？还是卢尚书要把所有的罪都推到一个小吏的身上？ 除了原件之外，你还有什么其他证据吗？还有，三个考生试卷是由小人找人代写，现在草稿也在小人家中。卢氏余和太子都是难缠的人，光靠一份原题还不够。明天开院门后还有些东西。 要放到你的居处去。大人，再增。陛下，这分明是还敢干政？朕先处置了你老师卢世余，然后再处置本科主考卢世余。下去。 涉案的三个考生呢？
这又是怎么回事？是下官的失职。姑父，承陛下，那份诏文是中书令，命人事先放在我的号房中的。就算承陛下，这也不公平啊！今日居宴，为何陛下就单单只问卢尚书一个人？难道陛下心里一早就认定是卢尚书了吗？恭生姑峰呢？ 朕不是已经开始问你了吗？陛下，就算臣有罪，但是顾禄二人绝非是做此等事情之人，事关国家人才，请陛下不要听信一面之词，在严惩臣之后谨慎处置。陛下，除了刚才那句“共生”。 没有别的什么好供述的，共生陆文普，也没有什么说的了。陛下，这可以听账。遵旨。账。哎，姑父，姑父，姑父。陛下早说我们肤肉骨髓，不知道嘉义伯又是怎样的？听说武德侯钟爱他，他连家法都没有挨过一下。姑父，这不公平！我是冤枉的呀，姑父！姑父，启禀陛下，这是在此立家中搜寻到的。卢尚书啊，你怎么？大哥也一样没有挨过家法吧？可如果陛下现在手上拿着的是许昌平和你的私通信件，考题又在大哥的府上找到了。你说，考题怎么会在我府上？是不在，但应该马上就在了。那些粗蠢的事，让他们去办就好了。陆姑娘，有一件精细事。只有女孩子能去。你会骑马，对吧？先给你试题，又让你做成文，放入天字48号和天字60号房。这封信是谁写给你的？你跟那个丽媛和这个贡媛，你们三个刚开始就……我怕冯恩和卢尚书会出事，本来只是未雨绸缪，没想到他们真的出事了，还捎带上了一个陆文普。大哥，那人在礼部待了20多年，怎么会让钟书令正好就撞上了呢？这样的巧合，钟书令和你都没有疑心吗？却是大王所书，所以是你伪造的。你上次不是领教过了？我的老师是本朝第一书道。我虽然只学会了一些皮毛，但我真的熬了一个晚上啊。殿下昨夜没睡好啊？
熬了一晚上。这两份草稿和科场搜出来的顾逢恩和陆文普的怀鞋也大体一致。这才是真正的铁证，要是不用这个办法，中书令是不会轻易拿出来的吧。这里面没有原件。原件呢？公园也不知，应该是应该还在大王府里。原件在你手上，他替换下来就交给我了。原件当然在我的手上。小人有事要见齐王妃。稍等。脾气不好，心急嘴快，发髻很高，就是齐王妃。别怕，他为人不算聪明。小人是登华宫的宫女，你来有什么事？东宫卫前去堵截尸体原件，大王去晚了一步。啊，这可怎么好啊？所幸大王侍卫奋力夺回，怕东宫再添武力，大王让小人先携回，交给王妃收存。事关中书令安危，除了朝廷来人，王妃一定要收存好，绝不要示人。哦，我知道了。哎，等等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是在我手上，可是我一直都没有机会单独交给齐王妃，这还多亏了大哥清早动身带人来护卫我。这都是小人亲耳所闻，一定要拦住太子，绝不能功亏一篑。陛下，这是从齐王府中找到的，由齐王妃保管。齐王妃知道这个东西是从哪里来的吗？王妃说这是大王给他的。怪不得大王一早就派人堵在我刑部衙门。杜衡，再等等，别着急啊。刁丽，你刚才的供述又是怎么回事？是中书令让小人这么说的。陛下，这是嫁祸。陛下，臣还有一事，最早引科场去搜号房的贡院吏员，也声称是奉了中书令的军命。臣想现在可以彻查贡院了，想把这些东西放进去不是一个人能办到的，去查的话应该能查出蛛丝马迹来。叫齐王出来。现在可以去了，刚才冯恩是挨了400，大哥能挺到什么时候我拭目以待。陛下，这与大王无关，都是臣一人所为。那委卷用的白马纸和封条，这是臣给这个人的。大王府中的原件呢？是臣给齐王妃的，与大王无任何关系。这个人也是臣让他这么说的。那这封信难道是中书令按照大王的笔迹伪造的吗？陛下，臣先把这几个考生收监，等对对口供再论吧。
卢尚书回宫院，把宫院解锁，春闱之事有了结案再论。至于中书令，就在刑部住下吧。我放过你一次，不会放过你第二次。只要你们不先动手，就不会有这些事。我说过，不要动我的人。不过你以后也不会再有机会了。